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こんにちは、オンダです。ハロー、大家好，我安达啦。哇，近排好闷啊，唔知有啲咩搞错，所以咧，我祈求咗神龙啊。ドラゴンボールを七個揃えし者よ、願いを言うがいい。どんな願いも三つだけ叶えてやろう。咁啊，希望神龙可以叫翻阿 D 出嚟，太耐冇见过阿 D 啦。OK。好，有请阿 D。噔噔噔噔 ，Hello 各位 ，Hello 安达 ，Hi，Hello 阿 D， 好耐冇见啦，系啊，喂，好闷啊，近排系咯，有啲咩搞作啊？有啲咩搞作啊？今日咧，我哋就嚟日版融合对呢一个国际版融合啊，即系呢一个未 upgrade 版本嘅融合啦，即系我嗰队啦，就对 upgrade 咗版本嘅安达嗰队融合队啦。咁样都系入个游乐场度玩啦，当然咁啊。好啊，好啊。即系呢一个都算系比赛嘅，但系比赛之余，亦都想俾大家睇下呢两队嘅输出啊，同埋打呢啲游乐场啦，即系 boss 进击嘅速度系究竟系你参考力量啊，定系速度咧？咁睇嚟大家追求啲乜嘢啦？每个人追求啲嘢都唔同噶嘛，因为系咪？嗯，系系。咁啊，好心急啦，我入紧去拣紧人。同埋咧，我哋有一个协议就系大家都用两张辅助，跟住其余啲自己执。嗯，好，冇问题。咁样你啊，点样执啊？你执咗啲乜嘢咧？嗱，我咧就执咗嗱，双队长就系 L.R. 格比达啦。咁啊，当中咧就两个嘅主，睇先。其实超三死仔包通，你嘅定位系属于都系主攻卡嚟噶啦，系咪啊？系啊，系啊，系啊。OK， 咁我有三张啦，咁唔计队长，咁我又有个超四嘅格比达啦，跟住就系支属性嘅格比达，超三嘅体属性嘅死仔包，跟住就加两张嘅辅助卡。第一张咧就系超二嘅青年期嘅孙悟饭，咁就嗱多督俾大家睇睇先，你有冇啊？哦，呢张我都有，但系咧就因为我个队长咧佢只系加技术性，咁我就食唔到队长技，咁所以我就用咗二玩合体嗰张比古乐技术性，因为佢食到队长技啊嘛。嗱，我依张咧就系我方嘅全队员咧就会攻击力同埋防御力系加 35% 嘅。另外我仲有一张咧就系嗰张，麻烦阿 D 讲一讲你嘅国际版个名先。哦，那个女仔，阿包同佢老母合体。系啊，系啊，系潘代尔啊，潘代尔啊，叫做系啦，潘代尔。OK， 好啦，咁佢咧就系我方全队员咧就系加 30% 嘅攻击力嘅。嗯。系啦，咁我用呢两张嘅辅助卡，咁啊加头先嗰扎角色。咁其实我哋两队都差唔多啦，但系可能系队形方面唔同，因为主要咧我自己呢队融合咧就系双队长就系呢一个超四嘅格比达啦，跟住系支属性格比达啦，超三四仔包啦，超一四仔包。咁两张辅助角咧，除咗一张同你一样啦，就两母女嘅融合，我就用比古乐，头先已经讲咗啦。咁我主要嘅队形都系超四夹住呢一张格比达，跟住另外嘅咧就一系就两个死仔包一齐，一系就格比达同个超三死仔包一齐。明白明白。我个队形就系咁啊，真系睇餸食饭啦，我就吓。嗯，好啊。嗱，咁我哋嘅道具方面嚟讲，你系打算系唔带啊，定还是带啲适量嘅基本嘢啊？不如唔好带，算啦。好，唔好带，好型仔啲，唔好带，咁我取消晒啦。系啊。照計就嗱，我就唔擔心阿 D 啊。照計我應該冇咁容易輸啩，因為有陣時即係撞下，即係有陣時唔知做乜鬼咁樣。但唔緊要嘅，我覺得 OK 嘅。你同我定啦，我呢一個速度賽嗰陣時候，12分靚啊，真係。我想真係 OK 咁樣啊，唔好嘥大家時間啦。咁啊，不如阿安達神，你到手嚟。好啊，我哋而家解一夹先，究竟是三二一揿啊，定三二一嗰下揿啊，个一字揿啊？你三二一我就揿落去噶啦，你唔好三二一咁样或者系三二一咁样，即系正常啲倒数啊。好，
好啊，嗱入到去之后咧，就我哋就自己直接入去噶啦，就自由打啦。好，跟住我哋就吹水咯，我哋揾啲嘢讲下。系啊，一加一等于几多？即刻唔好谂，即刻答。三个 character。Okay, 好，我哋嚟噶啦喎。好，三二一。我慢咗一秒，因为我读咗个 mon， 唔紧要，一秒嘅。我一听到一，我即刻读落去啦，真系。好啊，冇问题。我唔等你啦，我开炮先啦，我真系。系啊，直头右上角嗰、那个嗰啲嘅，我都系 skip 晒嗱临去噶啦，而家。不过我哋继续搵啲嘢讲下啦。我一开始个队形咧，就系合晒我自己想理想中，但系咧唯一唔理想就系只死仔包喺度。系啊，反而只死仔包喺度令到你。系啊，即系个超四同个格比达咯。咁啊，系咯，呢两张即系两张格比达拼埋一齐，咁样就系我最理想嘅一出场嘅队形啦。因为佢出场系速熟性噶嘛。嗯，我有 B 啦，我食紧 B 啦，你有冇啊？我已经秒咗佢啦。诶，我秒咗佢啦。系啊，好啦，问答题呢一、這个二乘二加一系等于几多？唔好谂，即刻答。OK， 二。是错的是错的是请讲喂答案是音乐你不要扰乱我才得的又要我自己想不是 OK 那样好了不要玩着那讲回这个、日版动向啦日版动向啦即是好像刚才我之前谈论计划怎样拍片的时候你说都收到一点消息的日版收到啲咩風啊？即係你話關於嗰、那個極限思覺醒嘅咧？哦，極限思覺醒咧嚟緊咧，我哋應該就會開嗰一隻嘅，我哋叫係咪叫肌肉飛嚟啊？即係嗰個南美星篇嗰邊嗰、那個嗰只120% 嗰只飛嚟啊！衰嘢啊！我聽你喺度講嗰陣時候，我定咗一兩秒唔記得撳啲珠，唉係咁佢咧就係、是、繼續啦。哎呀！呢啲。賴都係賴㗎啦，咁咧誒，佢叫全力飛嚟啊，國際版嘅翻譯。全力飛嚟 ，OK。佢本身好似而家係咪仲未有隊長記㗎嘛？好似喺大家嚟講，我記得好似都仲係都以前隊長記 ，sorry， 未有嗰個叫 sorry， 係未有嗰個叫做類型，我記得好似係。我未有類別㗎，係啊，好陰功。係未有類別㗎，但係而家聽聞好似話就會係開南美星篇嘅有機會，即係喺呢一邊嘅。即嗰個裏邊啊！我都睇到一啲文章啦，都話吹緊係有，或者會開個南美星篇係嚟配合呢一個極限思覺醒嘅，但係咁邊張啊？邊張？你個我嗱，之前其實冇理由攞翻孫悟飯嗰張幼年期嚟去嚟做噶啦，我覺得應該有啲棘手嚇，我講啲豬啊，有啲棘手出唔到豬。因為我過咗悟空啦，但係好似我冇咗半月。我未過，我未過呢、這個。嗱啲你唔會輸嘅，你 OK 嘅。死火咯！我哋冇道具㗎嚇。我睇下先啦，我食翻啲自己顏色嘅豬先，補翻啲血啊！真係。我繼續擾亂你先。我哋遊戲裏邊嘅類別咧，那個框架咧，我好相信咧。佢應該會有第二彈咯，因為你其實咁樣開落去咧，應該唔夠開嘅。佢連嗰啲咩劇場版 boss 都可以咁樣開得嘅話咧，我真係覺得係咁樣，係啦。咁點睇啦？點？我就覺得佢可能會開埋，即係第二版啊要開噶啦，因為我都有啲覺得咧，佢可能真係會開埋呢一個叫做咩啊 Z 戰士啦即系我可能会，其实佢好多嘢都留翻嘅。啊，嗱，你记唔记得我哋嘅道具栏咧？系都仲有两格都未开。系咯，即系唔知佢系攞嚟装饰啊，定系真系会开嘅。其实我觉得呢啲系游戏开发商嗰啲留，即系嗰啲叫两手准备嘅。我觉得佢应该系有少少即系准备定将来有需要，即系去到啲好夸张嘅情况之下，就开俾你哋同埋。對於我哋玩家嚟講，有一個叫做叫點講咧，即係要有一個盼望同埋有一個期望嗰類嗰啲嘢咯，即係覺得啊，遲啲可能開咗可能會好啲咁樣。我對呢隻遊戲期望越高咧，就真係失望越大。嗱，問下
讲开呢度咧，问一问阿 B 你咧，你觉得如果我哋现有个格数不变，但系带嘅道具嘅数量改变，定还是你系情愿佢开多一格，但系个数量依旧都系得两件咧？即系你觉得呢样嘢系正啲？有利有弊嘅喎，其實有時啲嘢嗱，因為佢當我就覺得咧係個花款越多係好玩啲，係嘅係嘅。玩方面咧對玩家方面好玩啲嘅，嗯。但係數量方面咧就係、是、對呢一個其實有某種關卡啦，可能係、嗯、就會好啲咯。譬如話啊呢一個叫做啊戰鬥之路啦，係。戰鬥之路，如果你是多啲嗰啲，譬如話即係裝置，即係未來嗰張咧，係裝置加攻加又補血啊，入咗人八號啊，又加補血又加70%防啊，其實係差好遠噶啦，已經有多呢啲，即係個數量啊，你多一張啊，已經係差好遠啦，即係多可以帶多一個，即係兩個變三個嘅話。嗯，咁阿马迪咧，你多唔多？唔应该咁讲，你有冇玩过嗰个叫做探测仪嗰个雷达啦？有冇玩过？即系嗰个 check 有冇出超啲个诶出 P 十嘅嗰个眼镜？我冇啊，因为我直觉已经系探测仪嚟噶。讲笑，冇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嗰个我觉得好麻烦嘅，佢好似系你揿咗之后咧，呢一 round 系即时 show 唔到出嚟噶，系下一 round 先有得用噶咋。是啊，咁倒不如唔好戴嗰个啦，戴隻截肢咪得咯，入版有啊嘛。咁啊系，即时见到边个出边，哇！我而家真系讲起打下，我得翻14,000血，好彩督勤啫。诶、欸，我督勤喎，一样喎、啊，我而家打紧古拉。吓、啊，咁快？诶，嗰版。哦，OK， 我啱啱打完超四比达咋，哇！头先我先响你前面，而、okay. 家你讲下嘢，你超翻我转头嘅，中间发生过咩事？我开始喺度放紧啲毒啊嘛，喺度令到阿 D 嘅分心咧，都定一两秒，定一两秒。依、這个咧喺龙珠超嚟讲系咪叫闪咧？阿边个嗰招？闪时系啦，闪时咁样慢慢揸，即系咁样跳过你咁解嘅啫。哦。嗱，你見到啦，估唔到啊，安特係咁古惑嘅，係嘅，咁古惑嘅。O K， 講翻，講翻個南美星篇啊，而家好啊，南美星篇個隊長啊，究竟係會係邊一隻咧？如果真係佢出呢一個南美星篇嘅裏邊的話，唔係南美星篇隊長出咗㗎啦，點咪就係、是？唔犯咯，係東風頭啊嘛，但係佢好似加個三圍唔多啊嘛。是啊，唔多噶，即系好似当时出嗰个合体女杀人啦，海芙拉咁样啦，即系佢系82同埋之后 upgrade 咗去到85啊 ，DK 完之后，咁、但系佢有另外嘅更加厉害嗰个队长咧，就系、是、边个嚟嘅咯，系咯，边个咯，无我极境系，唉、噏唔出啊，噏极都系啦，就系、是、悟空咯。哦，唔係喎，我講到邊啊？唔係無我極境，係融合，唔係耳環隊，係耳環隊係比古洛，係佢反而係出個比古洛先，跟住先出嗰條女嘅 DK， 就係玩嘢啦。Okay. 即係佢出個次序嚟講，我覺得係唔係好合，即係我嚟講啦，我冇有冇搞錯？你做乜出呢只先㗎？你應該係出咗弱化版，再出個強化版㗎嘛？佢出卡係有，我唔知佢嗰條 rule 係點行嘅。我懷疑佢咪要分嗰啲極系啊、超系咁樣分咧。所以佢先會我先覺得佢有啲奇怪啫。不過我就唔清楚啦，我理得佢咩系啊？但係個即係應該係係照常理係出弱到強啊嘛，冇理由強到弱噶嘛。啊、即係融合為例啦，融合為例啦，出咗藥先噶嘛，85先整個87噶嘛。但今次咧，你哋嗰個國際版咧，咪出咗只男神 LR 嗰只力屬性嗰只嘅。其實呢樣嘢都幾好似都幾搞亂咗本身聽聞啊嚇，聽聞幾搞亂咗本身日版咧出嗰個嘅，即係呢個 LR 嘅比古洛啊。
即係嗰啲嘢。因為其實咧本身好似聽聞呢張卡係你哋國際版投票噶嘛。啊、但後期就話，因為日版啲人如果唔出日版度咧，就會定要嘈烟巴币，咁啊結果要擺佢嗰邊出。但由於有好多嘢配合，佢本身個時間表上有啲嘢衝突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就褪到依家先可以咁樣出咯。因為係嘅，講真，如果你出咗依一張嘅話，先再出嗰一張叫做嗰張叫乜嘢啊？體屬性嘅魔人布歐篇隊長嗰張咧，其實就會有啲信息咯、那個感覺。嗯。系啦，你打到边啊？啲我啱啱而家打紧超三悟空嗰度啦。我俾人打紧，我谂住咧摆只死仔包去第一回合，即系第一个攻击手去封佢 beat 啦。点知我已经俾佢 beat 打落嚟先，我分分钟真系死添啊！真系阴功。哦，即系最辛苦。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真系有阵时搏佢封 beat 之前就俾人哋打咗先啊嘛，跟住再封就好似咁嘅事，系又中咗之余就好似嘥咗。哇！喺我打咁耐，我未试过打到咁狼狈嘅，真系。吓、啊，诶、欸，效果嚟嘅啫。我真系差唔多死噶啦，得翻百万几血就阴功。我睇有冇啲报警，有冇报警？诶、欸，早知唔赢啦，真系赢乜鬼啊！真系落到啦，而家。唔系，其实系有啲唔系咁 fair 嘅，因为始终我嚟讲，我有个保障嘅，即系除咗即系个队长真系同一即系级别唔同咗之余咧，咁、啊、我起码我衰衰地，我点都有一次免费回血啊嘛。哦，同埋你应该个血量应该都好高啊嘛。我血量系423231，系啦。哦，多七万咯，多七万。即系你如果俾而家俾咗七万我，我有17万，我咁我都唔使惊。唔紧要啦，不过我而家个组队咧气嗰度咧就冇咁敷嘅，冇我之前嗰种组队方法咁敷，但都还可以啦咁样。吓、啊，我尽量食翻啲同颜色猪，等佢快啲出督勤之余又补下血啦，真系。OK。咦咁啊，阿杰，你讲先，因为我哋继续去倾偈。有排噶，我讲，因为古队长啊嘛，而家要即系除咗冬菇头唔犯，佢嗰个队长技唔系交多啊嘛。咁样究竟系出？如果佢系出个队长，系边只最合理咧？你讲嗰个队类别啊？系啊，类别啊。佢谂下先。其實我哋幾難度，因為佢南美星圈真係俾佢開咗，但佢其實可以再入翻去南美星圈都得㗎，其實你知佢㗎啦，係嘛？嗯，嗱，特戰隊你覺得就唔哦嚇 ？L 仲有邊隻係可以嘅呢？佢唔會話叫 LR， 唔係 ，sorry， 佢唔會係叫非利篇，又冇理由會開啲人名，因為你入唔到去。這個真係未必知道佢真係開啲乜嘢，即係有得討論下喎，繼續騷擾你喎。係啊，我諗出尼爾啊，那個南美星人俾阿菲尼打到傻嗰、那個。你講呢啲嘢咧，我記得我喺我自己之前嘅直播都有講開，即係吹開水講開就話，哇咁多個女角咧，阿 Gigi 咧係真係冇乜特別嘅勁嘅卡出現過。咁最近咪有四月一號咪愚人節嘅，咁我仲以為咦 Gigi 好似有啲新樣喎、哦，係咪有翻新之日有一張 SSR 版嘅 Gigi 咧？啊，原來真係冇嘅。但係聽講你哋舞蹈會係有張 SSR Gigi 嘅。啊，咩？好似係喎。我冇留意到啊，我冇留意到。我知舞蹈會係有啲新卡，但我真係冇留意到。係啊，少年篇喎、哦，係好似係有張 Gigi SSR 嚟嘅。OK。啊，同埋佢哋23届系啱啱好，佢哋结婚嗰届啊嘛。系啊系啊，呢、這个就知嘅。吓、啊，咁又嚟咗题啦。咁南美星队长啊，南美星队长，南美星队长。我哋南美星队长啊，唔好讲啊。南美星队长。系南美星，南美星队长，南美星队长，我真系谂唔到，因为佢、其实系可以无啦啦出只超级杀人孙悟空。是咁、啊、但係呢就會搞到其余啲超級殺人孫悟空呢就用唔到㗎喇，即係入唔到嗰隊。同埋呢一個南美星篇呢，即係譬如話唔好講南美星篇啦、我哋講返呢一個叫做宇宙生存篇啦。
但他就已經知道了個隊長就是吉連那個吉連嘛，吉連是啊，是啊，我差點說吉連豬是不是有點肚餓的感覺呢是啦，吉連啦，咁吉連 OK， 咁講隊員啦，吉連，然後就可以摸極境啦，係，咁其餘仲有嗰隻合體女殺人啦，即係除咗呢幾隻係比較係打得下之外咧，講真的，就算我見過人用個女超二嘅 100% 啦，係。輸出有限嘅都係，咁同埋速速性、速速性、速速性。哦、OK OK， 係同埋嗰個女版嘅布叔叔，係就算係 100% 都好啊。嗯，感覺上又係有限嘅佢個輸出。嗯，係啦。咁佢個特點咧，嗰、那個女布叔叔嘅特點就係在於佢可以有機會出兩次必。都幾密啊！我都試過，其實佢都出得幾密啊。係啦，同埋當然嗰隻合體女都係啦，都出得好密嘅，連啲嘅話。咁另但係咧，佢哋仲有一個缺陷就係冇呢一個超擊節。啊，係啊，呢度就加唔到攻。係啦，咁佢出超擊戰嘅角色咧，就知道咗係吉連噶啦，因為呢一個佢。限定噶嘛，督鞋限定角色嚟噶嘛，咁佢一定有超级战啦。另外咧，将摸极境都系有超级战啦。系系系。吓、啊，你唔系打完啦嘛？你好似冇出声嘅。因为嗱，因为我而家已经系用紧 Dokken 打紧最后嗰只布欧，呢下 Dokken 完佢应该死噶啦。哎呀，我慢你啲啊，咁样。哦，搞掂啦，62150。啊，唔係，62150584的 damage。我同你講，你快啲衝線添啊！我打緊最後嗰仗。OK，OK 喎，即係唔使死喎。你唔衝線，我當你話，梗係啦，我係咁食自己顏色豬。喺度賽跑啊，喺度等緊你同你傾緊偈之後咧，俾你衝翻線咧，咁我哋計算有個得分嘅成績噶嘛，咁我就。咁樣講返啦，嗰啲隊員啦，仲有其餘啲基本嗰啲獸版布歐啊，係嘩，格比達連出兩下必搞掂佢。你講格比達，我頭先好神啊，因為頭先呢有個位呢，嗰隻布歐未係咪體屬性嗰隻係咪系統出必嘅，係係係，佢搭咗我開頭搭住隻，咁我用超四格比達嚟反啦，佢出三個必，我三個必都反晒，嘿咁爽，是啊，好爽，真的好爽。我就啱啱好佢之后先出，咁我就攞隻嘢封佢必啦。哇、okay ，都打好耐喎，我17分几钟喎，大约。我16分系。16分几？我16分44秒。哎呀，慢咗你差唔多成20秒啊。哦，都合理。都 OK 啊 ，OK 啊，又唔系差，又唔系话差得太远嘅，咁啊，咁虽然我哋打完噶啦，咁啊讲翻最后少少嘢先，即系讲埋对呢一对叫做宇宙生存篇啊，咁我觉得咧，我个人认为啊，呢啲纯粹个人意见，一对里面如果太少呢个超级战嘅角色喺里面咧，我觉得呢一对嘢咧，即系你几劲都好啦，都系有啲美中不足嘅，除非你嗰个被动。加工是很变态，例如将魔人比达，或者是超三 LR 嗰张孙悟空，因为他哋是出必干，佢哋 LR 啦嘛，咁数值又高啦，基本数值。咁你出必嗰阵时候，你加求其加多 10% 或者加多 20%， 系个分别是超大嘅。即係佢計佢個輸出再加 20%， 你意思係咪啊？剩翻 20%。即係你有張輔助蓋喺度嗰時咧，因為我自己試過卡咧張比達，係咁樣有冇輔就係、是、有一張輔助卡就加 30% 攻，就開咗超級殺人嘅連鎖嘅啫，就係咁啦。係。跟住佢係12格氣左右咧，就輸出係喺復活隊裏面係317萬。咁樣當佢係去到14格氣為例啦，就會去到都係300幾萬，但係佢多咗一張
的輔助角是都是加 30% 的，佢系啦，即系两张辅助角加多 60% 攻，同埋开咗超杀人嘅啫。咁佢用14格气咧，佢个攻击数值，即系佢未打落去啦，佢嗰个红字嗰个输出个输出系460几万。哇，哇，好多咗30% 啫，同埋多咗两格气啫，系多咗100几万攻。所以我觉得呢啲角色先系变态，呢啲咁嘅被动，即系最好嘅被动就系、是，即系攻击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出必的时候加工就是最劲的、最劲的加工的伤害力来讲，是吧？是、okay。 因为如果你、吃完晒啲气咧，佢先显示嗰度有几多工噶嘛？譬如话200万定乜鬼啦，我唔知系点计嘅，特别 L R 嗰啲系难计好多嘅。咁啊，离咗呢个宇宙篇啦。咁其余啲角色，除咗两张确定咗超激战之外。咁啊，托波唔知啦，因为托波同嗰个阿吉连组埋一齐，系最好朋友嚟啊嘛。有埋嗰个咩正义英雄加25%啦。咁如果托波又有超激战嘅话，加到15%，咁嗰度加40%噶咯。咁可能仲有其余啲加工嘅连锁，唔知。系。咁啊，然后悟空佢系冇 partner 嘅，喺个队里面有红神咯，速属性嗰张。但系就冇咗嗰个觉醒嘅先驱者啊嘛，咁其实其余如果到时托波有超激战嘅话咧，主要队型都系吉连、托波、无我极境悟空同埋红神悟空，咁其余啲都系 Calife 嚟嘅，其实可以带，即系如果佢系有辅助角，我自己一定带辅助角，我就因为我觉得系用唔晒啊，如果你成队都攻击手嘅话，咁又啱喎，呢个又系，就好像我哋头先咁啦，如果真系爆住咁去，其实第三隻出唔到噶，最近出两隻，两只攻击手出完必系啊，就冇噶啦。系啊，你我明白你个组队嘅方法系将辅助角将之前嗰啲角色只攻击嗰啲咧就提升到好劲，咁啊令到唔会嘥咗个本身第三部位置啊嗰啲嘢噶嘛。系啊，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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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即、就是、我组队概念不嬲都系咁样嘅。明白。咁啊，咁阿迪，你觉得啊，即系最后啦，咁啊，问一问阿迪啊，你觉得托波咧，即系嗱，大家都一定系觉得吉连系因为限定角色，佢有得 Dokken 觉醒就一定走唔甩噶啦。啊，我谂托波都应该会顺应嗰期，应该都有机会觉醒埋嘅。系啦，就会系吉连个超激战嘅。我个人觉得啊，系，我都觉得系。同埋另外佢如果啊。他哋想出多啲新角色嘅咧，咁佢哋嗰个好似同比老师差唔多样嗰度嗰个咧，速度好鬼快嗰只嘢咧，系又系第11宇宙啊嘛，可以出埋嗰张，又系 OK 喎，佢可能玩闪避咯，因为最后就得翻佢三个啫嘛，11宇宙。咦，反而嗰三只狼，嗰三只狼冇乜用。嗰三隻狼其實真係真係算啦，又係戰骨頭形式啦，即係我要同黑悟空，即係 LR 黑悟空講聲對唔住，就係嗰陣時我覺得佢除咗補血之外，係冇唔得嘅，即係因為我覺得戰骨頭太慢啊嘛，但係自己真正用上去嗰陣時咧，就係哇十分之好，佢喺 LR 之中。即系 L R 之中，我觉得系最用处最少嘅咧。即系我觉得，不如就留翻下一 part 讲啦。因为而家条片好长噶啦，拖到落去嘅。喂，各位观众有兴趣听埋，同埋之后我哋系唔够喉嘅。咁之后我哋记得去阿 B 嗰个 channel 度睇埋我哋下一 part 嘅片，我哋继续吹水。冇错冇错。咁我哋而家同观众讲声再见先，之后我哋再见大家。好啦，咁啊，记得大家订阅埋阿 D， 咁啊，同埋订阅我嘅 channel 啦，咁啊，记得系 like 我哋条片，咁啊，记得去阿 D 个 channel 度睇埋我哋下一个 part 2先。好啦，拜拜。OK， 拜拜。